对不起，师傅。您是不是困了呀？没。哎，现在也挺晚的了，我估计没人来看郡主了。您回去睡吧，这里有我守着，您放心吧。哎呀，天琪啊，我看还是你最心疼师傅了。哎呀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这季府上上下下呀，对顺城郡主最忠心的也只有你还有我了。你看看刚才那些人，守个灵都能惊扰你呢，就不要再难过了啊。嗯，哎，师傅，好徒儿，师傅，师傅的好徒儿啊，师傅，顺城郡主啊，这人走茶凉，你也别怪他，都是自然的事情。我在这儿陪你就好了吧，就是我的钱。哎呀，算了，不就是还债吗？肯定有办法的。郡主，我之前听您跟我说过，您脖子上有个项链，价值连城，是皇上赐给你的。您说说，这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要不然，要不然想的先帮您收着。抬起头，你是谁？
小人姓田，单凭一个妻子，是郡主身边的太医。告诉我，你为何深夜独自一人在郡主的灵前哭丧？田太医，杰帅问你话，为何不回答？当心人头落地。杰帅，顺城郡主风华无双，这突然香消玉殒，就算是一个普通人看了都会难过，更别提郡主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会与小人分享。小人也待郡主像亲人一样，郡主就这么去了，小人真的很难过，才不小心冲撞了杰帅呀，对不起。杰帅，看在顺城郡主的面子上，您饶过小人一命吧。看你一片忠心，罢了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沈安怀，老奴在，交给你处理。是。谢杰帅不杀之恩。你小子可真行啊，啊，三言两语带出了你对顺城郡主的忠心，日月可见，又引导着杰帅走向顺城郡主的灵位，让杰帅不忍心在顺城郡主的棺材前杀死他自己的手下，你可真是好不要脸啊。盛总管，误会呀，误会，我真的是因为郡主所以才……够了，田太医，既然杰帅饶过了你，那就罚你一个月的俸禄吧。怎么又罚俸禄啊？盛总管，您别看我这么瘦，我很能干苦力的。谢盛总管大恩。哎呀。